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是蔡先生跟蔡太太，哎，有电话预约啦，赏物啦，哈。对。哦，但我们那个小姐先跟你说过，就是我们低楼层是70起跳，然后高楼层是90哦。哦，有这样认知啊，哈。这附近都是这样的价位啦。啊，对对对，这没得商量啦。不是说我们不想卖，我们也很想卖啊，我们很想赶快开令啊。对对。但建商就不同意啊。对对。哎，你有这样认知，我们再继续谈哈。有啦哈。哦啊，今天就两位来吗？是哦，两位而已哦，爸妈没来。哦，开车吗？开车。哦，哎，有停车位吗？有停车位。哦 ，OK，好，了解了解，这样了解，里面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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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里面坐，里面坐。来来来，小心小心。我们这案子卖得非常的好，就剩二楼跟四楼而已啦，最后黄金席啦。啊，二楼。二楼其实很不错啦，你看电梯不用等很久，那高楼层的都要等很久，而且以前管道间有没有都坐在二楼，现在没有，我们都坐在这个楼梯间啦，而且窗外看出去刚好看什么？树梢啊啊，一片绿意盎然的，看出去绿油油的，多好啊！高楼层还看不到树嘞。四楼也很好啊，你看现在年轻人我们都没有这种四楼的禁忌，而且我们这楼板挑高3.8米。对过去就是别人的六楼，所以相对这个价格就会便宜划算很多。这户在车库上方的也很好啊，你看这个车子一直进来一直进来，表示什么？钱财滚滚来，人丁兴旺啊！很多老师来都看过啊，这里风水很好，二楼绝对没有问题的。顶楼最好，特浓啦！这顶楼会漏水，不用怕顶楼漏水，你们怕漏水，我们上市上柜大电话更怕漏水，而且万一漏水是全栋的住户一起维修，所以不用怕，不用怕啦。你看我们这里很方便啊，交流道一下来，高架桥一下就到了，很方便啊。不是很吵哎、欸。不会吵，不会吵。我们虽然在桥旁边，可是我们的隔音墙都做得很好，而且现在气幕窗啊都加厚，所以你门窗关起来其实都听不太到啦。我们刚好是什么？上桥在上坡，是表示怎么样？你的运势，你的家事运势都在往上啊。那我下面那边那就比较不好一点了。可是我比较喜欢下桥这一边的、欸。下桥也很好，比较怕吵的客人其实会选择下桥这边，因为在上桥的时候大家会加速油门的，很吵，所以在下桥这边是会相对安静很多。不用怕偏远啊，我们是远离城市的喧嚣，而且不用担心不方便。你看，你看。这边啊，以后就是有规划捷运，还有这个轻轨会拉一条线过来，都市计划其实都已经出来啦。啊，土豆，多久哦？它土已经画出来，我觉得应该是蛮快的啦。你现在买就是现买现赚，不止保值而已，这房子以后还会增值啊。不用怕市中心炒，我们是特养都市繁华，生活机能好才会炒。房子这个是什么？location， 你想想看，地点好，房子好，价格才会高。为什么地保这么贵？为什么这么多达官贵人就要抢着要它？为什么？因为 location。房市现在真的很热，我们这个物件非常的抢手。早上我同事已经带看过屋主了，你要就赶快下斡旋，我先帮你 hold 一下，不然下午还有3组要来看，快啊！房市真的很热，我们玻璃外面贴的那些广告几乎都成交了啊。你刚刚丢给我那些网络的资讯啊，其实好几户都还在出租中，要么就是屋主不急着卖。我手上刚好有一户还没上网，我先带你来看。先看先赢啊！现在房市真的很热，你以为我们房子是卖完了吗？不是，是抢完的啦！你看，你看，我给你看这照片，你看扯不扯？不是在排什么、欸，他在排看房子哎、欸！我们这附近建案了、啊，几乎都完销了，就剩这一户而已了。啊，不是啊，地主户。地主户都一到时候一定会乱开价，好不好？您这等盖完，您再来买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啦。地主户价格才好谈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成本比较低，入手门槛不高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帮你约屋主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。跟屋主如果聊了投缘的话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成交机会就会比较高哦。现在进场买房的时机最划算啊，房价绝对没那么容易修正的啦。你看那个历史经验来看，台湾长期以来房价只涨不跌嘛。对啊，你看看以前买台北那些房子的人是不是都削翻了？然后其他县市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。其实台湾的房价是很便宜的啦，你看看那个上海。香港哦，那个才贵，那个贵爆。为什么我们这么有把握台湾房子只会涨不会跌？你看嘛，台湾的土地这么小啊，市中心土地就这么少，卖掉就没有了啊。你看这大老板
那些大建商、那些政府官员，他们手头有多少地？他们会让台湾的房价跌吗？啊，你觉得他们会缺钱贱卖他的房子吗？不会嘛，所以道理就这么简单。啊，我觉得是不错啦，可是有点太小了。哎，其实我建立你一个观念，就是房子是没有100分的。我们其实不要想要一步到位，我们先在蛋黄区买一个小的比较精致的，等之后涨价了转卖到蛋白区，我们就可以换一间比较大的房子。现在买房子最便宜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赚钱的速度哦，绝对跟不上房子涨价的速度啦。唯一不会被通膨吃掉是什么？就是房贷。现在房贷利率这么低，美国明年就要升息了，你现在越早贷越划算。准啦，这笔比较低吼，是因为那个亲友交易啊。现在这里不会有这个行情了啦。实价登录不准啦，这个价格比较高，是因为它屋况好，而且有带装潢。现在不可能有这种行情了啦。实价登录不准了啦，这都半年前的资料。现在市场真的很热，给你看刚刚成交还没登录这几笔，你看是不是价格都很高啊？那这户可以再便宜一点吗？没有没有，蔡太，我给你一个观念啦，现在屋主的心态普遍都很高啦。我跟你分享一个案例。上礼拜我那个店长刚成交一户，他开2680，你猜多少成交？2400。没有，2880。真的啦！现在这附近的行情哦，一平没有80-90万，屋主都不会卖的啦。如果你看那个价格可以成交，我们早就买了，对不对？小康不小康？关键是看住房，好房子就是你们两个终身的物业，而且买到好房子，后代是跟着社会。你现在是不是在妄谈说你的周生为什么没有在信义区买房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要成为你讨厌的那种大人。迁就迁就，什么都可以迁就，买房可千万不能迁就。我们改变不了命运，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生活环境。有土是有财。买房不是被负债，是合理投资资产配置啊，让你们夫妻俩可以少奋斗好几十年哦。投报率高，公设比低，稳定收租，知名建案，仅此一户，欢迎赏屋，无敌景观，价格好谈，买屋卖屋，换屋看屋，记得找蔡同。Cat 就是 Creators at Taiwan， 是为台湾新媒体创作者所打造的全新平台。现在下载 Hami Video App， 订阅 Cat 就可以抢先14天看到我的最新影片哦。